我讲一个我亲身的观察，我刚当选市议员的时候，我曾经对徐巧芯是有一些期待的。我觉得再怎么说，他都是国民党里面的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带一股新的浪潮、新的风气进到国民党里面去。可是经过了这四年，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他每况愈下。我看到的是他本来也许呢，他可能还是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人，但是他现在在政论节目，在所有的地方造势场合所说的话越来越恶毒，也越来的越没有逻辑，越来的越让人不能够信任。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台北市的信义区不能够将我们的命运交给徐巧芯像这样的一个立委候选人在这里。所以我要跟所有的信义区的朋友郑重的推荐，许淑华才是你们最值得信赖投票而且推荐的一个候选人。